封五志，它记录了中国上下五千年至真至美的五支经典，共一十二支。可随着时间的流失和人们的淡忘，现已字迹消散，成了一本无字天书，令人痛心疾首。老夫一直在寻找能复原此书的有缘之人。小伙子，看你风骨魁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啊。我可不是练武之人。可你确确实实是练武之人。这本十二封武志曾集中华五支经典于一身，若能遇到有缘人。不用了，真不用。嗯，真不用。这本十二封武志现如今必须集齐五种武之要义，方能再放光芒。一为情，他以一生深情赋于舞蹈。二为真，少年百变却至真如一。集东方柔美气韵于一身。四为刚，以破竹之势立于武林之巅。五为礼，先生以德立身，以礼传教，今日承蒙诸位在此集结。看来我们大家都是骨骼惊奇、万里挑一的练武奇才吧。师哥好。师哥好。师哥好。北武的哥哥姐姐们好。各位街武官们，于悠悠等候多时。老夫一生都在寻找拥有武之要义的有缘人，以剑武官之名重铸此书。你们是天选武者，借助你们的力量，必能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看见这些美丽的舞蹈，点亮属于这个时代的十二封武志。寻回十二封武志，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绝，各位恐怕得付出超乎想象的时间和代价。我们需要怎么做？为了传承中华文脉，为了积攒五支经典，乔振宇、张小龙、胡杨、华萧一、徐明浩，需要你们一起变成故事里的样子去瞧一瞧，上下五千年，与君梦一场。